后边两针的时候，好，多织了一针。我们后边两针，我们就直接的两针并一针就可以了。左边加针是先加后，先减后加。好，减完之后我们加一针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中间有三针，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次减针加的针。这三针呢，我们织下针。我们加出来的针都是织下针，正面织下针，反面也是织下针，这一点大家注意。然后又到了右边了，右边呢，先把这个线圈转过来，然后我们加针，两针并一针，也可以先加针，然后再转线圈都可以。好，并掉之后，然后我们下面往下织。到最后两针的时候，我们左边并针，直接并，并完之后加一针，这样的，我们下边正常的这三针，隔的这三针正常的织下针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下边我们又到了下一个叶子，也就是大家按照前两个叶子的方法往下织，织到最后一个叶子，也就是我现在织的第三个叶子啊。因为我这个起的针数比较少，但是织法是完全一样的，我们就按这个织。织完之后，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叶子，第三个叶子，也就是最后我们最后一个叶子，然后加针，两针并一针，这样的。往下织，好，我们到最后还剩两个叶子的两针的时候，直接并，并完之后，我们加一针，加一针之后，我们下面都是织下针了，下面这九针都是织下针了。这是我们第二次加针，也是第二次叶子的减针。好，这个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在反面的时候，娜娜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可以了。到反面的时候，我们反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前十针织下针，因为我们这两针是加出来的嘛，织下针。到叶子的部分呢，织上针，然后叶子中间的，刚才又加了两针，现在变成五针了，然后织下针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，就这样说一句，然后，大家这样记也是可以的，就是除了叶子反面，除了叶子的部分，我们织的是这个分这个正反针，就是反面织反针，正面呢我们织的是正针，也叫下针。然后到了我们反面的时候呢，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其他的部分的时候呢，不论正反，我们都是织的是下针。我再说一遍，叶子的部分是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其他部分我们都是织下针，不论正反面都织的是下针。我们现在是反面了，我们就往下织。就是这个不是叶子的部分，我们就织下针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到了叶子的部分，我们把线绕上来织上针。我们反面是不用加点针的，大家注意这一点。这件衣服特别适合我们新手朋友来织，因为这个没有什么难度，只是一个加减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。好，叶子部分织完，我们把线绕下去。我们织其他部分的时候，就是织这个下针了。好，下针织完，
到了叶子的部分我们再上来织叶子的部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就按这个方法一直都是这样，反面呢我们就这样织，到了正面我们就开始并针了。并针的方法和我们前两次并针和加针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的叶子在往两边收，中间呢会有，因为不断加针一直往上来。好，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往下织，织到我们叶子部分还剩三针的时候，那么教大家三针是如何来并针的。好，大家看现在我叶子的部分也减针的部分是这样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更像一个叶子了，然后叶子中间通过加针是这样的样子的。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这个三针是如何来并的。大家在织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留扣眼，我们第一个扣眼是在第五行和第六行留的，然后下边呢就是下边可以大家看一下数，我们数这个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，算针上的这个就是十二行，大约在十二行十三行左右我们就开始留第二个扣眼了。这个以下娜娜的扣眼就不再教大家了。好，为了就是和我们第一个扣眼留法是一样的，下面的留法娜娜就不再给大家讲了，大家记得在这个地方留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娜娜这个就不再留了，大家一定要留这个扣眼。好，现在我就直接的织下去。我们把这个错把针织下的那部分全都织完，我再教大家。好，下面我们并针的时候也是提前的先加一针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一针这一针挑下来不织，然后后边这两针呢我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并好之后我们把挑下来不织的这一针直接挂在我们前一针上面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再加一针。好，这就是三针并一针，就这么并的。我们下边是下针地方我们织完，好，到了我们第二个叶子的部分，我们还是把这一针我们先加一针，然后先把这一针放在我们这个右手的棒针上，后边的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这样挑过来，套过来就可以了。套过来之后再加一针，然后下边正常的织。好，我们就按这个方法把下面的叶子这样并完，是下针的部分我们织下针，三针并一针的地方我们就左右两边也不要忘记加针。好，到这里我们这个叶子花就给大家织完了，我们把这个最后三针并完之后我们就织完了。到了反面我们怎么织呢？我们反面就是所有的针都织下针，然后翻过来我们织另外的一个花型就可以了。我们翻过来把这边所有的针我们都给它织成下针就可以了。好，看一下我们这个叶子织完之后，娜娜又往上织了六行这样的错把针，现在织下面这个花型。花型的织法是这样的，我们八针的门襟边依然正常的往下织，我们先织八针下针门襟的地方，一针好，八针门襟边织完之后，我们这样绕线，把线绕在针的上面，
然后我们两针并一针，是一针下针，这样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加了一针，我们后边是两针并一针，这样呢我们看虽然并掉一针，但是这里又加了一针，所以我们的针数是不变的。我们每两针并一针，我们都要空加一针，空加一针就是往上把线绕在上面之下针，这样就空加一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再把线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，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，之下针。好，我们针数是不变的，把线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，我们在织完下针之后，一定把线绕上来，然后再两针并一针。如果不把两针不把线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的话，我们就针数就不对了。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。好，我们最后还剩八针，这时候我们正常的织八针下针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这个花型的第一行就织完了，现在反过来。反过来织的话，我们还是织一行的下针。好，大家看，先织八针门襟边，好，织完之后我们再织下面，还是织下针。大家看到这有一个特别大的洞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直接从这里进来织下针。下面都是一针织一针下针，遇到大洞的时候也没有关系，也是一直的这样插。好，大家看一下效果就出来了，我们是隔一针有一个洞，隔一针有一个洞，而且针数也是不变的。我们这八针门襟边依然是织下针，现在我们到了正面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头在右手边，这边是正面，大家可以看出正面，这边呢是反面，没有叶子的地方是反面，这边是正面。到了正面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分袖子了，袖子和身体的前后片怎么分呢？我们现在是13个叶子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我们在第二个叶子花、第五个叶子花、第九个、第十二个分别扣一个小别针。我们先扣好，怎么样来扣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第一个叶子花、第二个叶子花，在顶点的这一针向上数，也就是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就差不多就可以。在这个位置我们给它扣一个小别针，
这一针呢就对应的是这一针了。然后我们在第五个叶子花，一二三四五，第五个叶子花这个位置，我们给它扣一针，一个小别针，然后再往下数，第五个扣完，然后第九个，五六七八九，第九个，我们再扣一个，然后第十二个，也就是这一个，这十二十三，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再扣一个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扣好之后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蓝色的别针，也就是一二这两个叶子花和我们最后的十三和十二这个叶子花呢，我们分别构成了前片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前片。然后呢，我们从第二个叶子花到第五个叶子花，这是左袖。然后呢，第五个叶子花和第九个叶子花这几个叶子花呢是后片，然后这边呢是左是右袖，然后这边呢是右前片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给它分好。不论多大的宝宝，我们都是这样来分的，一共十三个叶子花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就是大概的说一下下面的织法。下面呢我们是门襟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整个针的前八针和后八针都是织搓板针，也就是每行正面和反面我们都织下针。然后织完前八针之后，我们再往下织的时候呢，是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一直织到这个位置。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要织搓板针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再织腋下的部分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腋下的部分就是这两个别针，以及这两个别针，这样，这是形成一个袖口，然后这边呢，这两个别针，然后这样形成一个袖口。我们在这两个别针，每织到这两个别针的时候都要加针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每织到这两个别针的时候也需要加针，腋下需要加几针。下面看娜娜具体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织开头的位置，开头的位置是织下针，织八针下针，因为我们的门襟留的是八针。好，八针织完之后，下面呢，因为这是正面，所以我们织下针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现在依然是织下针。知道我们小别针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四个小别针的左右两边都需要加针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小别针别到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也就是中间这一针，我们现在再织一针。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这样绕一下，把线直接放在针的上面，然后织一针下针。好，织完之后我再把线放在针的上面，再织一针下针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在中间这一针上面左右两边各绕了一下，然后接着往下织。一直加针方法，这四个小别针的加针方法和我们第一个小别针的加针方法是一样的，这一行我们都是织的下针，到了我们第二个小别针的时候也是加针方法，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一直是织下针，到了第三个小别针的
地方，我们加针方法和第一个是一样的，以及第四个，我们一直都是支下针，支到我们结尾的部分，我们依然是支下针，因为这一行呢，因为是正面，正面呢我们都支下针，到了反面的时候我们都支反针。好，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方法，一定要记得在小别针的左右两面各加一针，就是加针方法和我刚才加针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，我们四个别针都需要加针，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往下支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正面所有的针，所有的线圈我们都给它织成下针，这是门襟的地方，我们也是给它织成下针。好，那么我们反过来织反面，反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门襟这八针呢依然是织下针，先织八针下针，好，我们可以数一下是不是八针。八针织好之后，我们把线绕上来，这线一直都是这样在上面，我们从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啊，这一个线圈中间向上插，然后绕线把线拉过来，然后摘针，这就是一针上针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线一直都是在针的上面。好，所以大家在织完八针下针之后，也就门襟边之后，我们在织上针的时候一定要把线绕上来，所以绕上来之后我们织上针，向上插绕线摘针，向上插绕线摘针，向上插绕线摘针，好，一直都是这样来的。我们这一行呢是这样子的，在门襟边的时候我们织下针，门襟边织完之后把线绕上来织上针，这就是上针，一直织到我们后边的这个位置，后边的这个位置，到了最后八针的时候我们把线绕下来织下针。好，现在我们往下再织织看，织上针绕线摘针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织，到了加针的部分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这一针我们还是要织上针，直接在这个大洞里穿进来就可以织下针，然后摘针，这就是织了一针，然后织这个中间这一针，中间这个针织完之后还有一个大洞，我们还是向上穿进来织上针，就是这样的。加针的部分也是需要织上针的。好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一直织到最后位置。好，我们针上还剩八针的时候，我们把线绕下来织下针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在织
门禁的时候，如果在反面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记得要把这个线呢绕下去再织下针。我们把这个反过来，我们开始往下织，现在又到了正面的地方了。正面呢，我们就一直的是织下针，门襟也织下针，下面呢我们也是织下针的。好，织下针的时候呢，到了小别针的这一针，大家可以看到小别针这一针，我们是这一针，我们在这一针的左右两边呢，上一行呢是各加了一针，然后我们又到正面了。正面呢我们还是要在这一针上，也就是中间针，我们在织叶子的地方会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中间针，也就是在这个中间针的左右两边再加针。好，下面我们再往下织，织下针。好，到了小别针的这一针了，也就是这一针，我们这一针呢，如果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，我们先把别针现在拿下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洞，洞中间这一针呢就是中间针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我们这时候呢需要再加针。